前方有非机动车拍照。非机动车？非机动车拍照。哦。哎，何东老师当时哎特别开心。嗯。哈，非机动车在哪里？我要拍一个照啊。行了，我这个智商不适合拍车。非机动车拍照吗？非机动车呀？什么破鞋？非机动车那是骑的那自行车那是。哦，非机动车。哎，留神别撞着 OFO 知道吗？没有本儿的说的这么快乐。哦，你说小黄圈啊，早啊，你拿起来。你还明白呀、啊、就你这个智商你都不适合讲包袱知道吗？我已经放下包袱了。是是是，你也放下智商吧。你呼啸而过，当时碑文我都记住，写的是杭州倒退不留周杭。但是你像我，我是什么呀？我中专。哦，中专，是个北方取笑。哦，就是他在北方经常被人取笑。就在那个北方啊，有个那个，就是那个曲艺学校。那个曲艺学校。哦，学专门学习的相声。对，我就在那个曲艺学校啊，曲艺学校。对对对。就天天在那专门学相声。还学习相声。了不行，没这么多，就到了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我就上台，我就发泄一下我的情绪就完了。我也发泄一下我的情绪。你发泄完了，你对观众负责吗？怎么不负责了？你知道票多少钱吗？怎么多少钱？你看我头牌多少钱？1800。你看头牌280，好家伙的。我们这谁头牌280？知道吗？我知道。